上支影片，我们挑战从丰贵嘴走到擎天岗游客服务站，沿途为了赶公车都不能好好欣赏石梯里美丽的风景，所以决定要再来一次。这一次为了不要再受限于公车的时间，我们改骑机车上山。虽然说这一趟是为了石梯岭而来，但是难得的好天气让人无法抗拒擎天岗美丽的大草原，我们决定先逛逛环形步道。今天的运气真是太好了，看到很多水牛舒服的在泡澡，悠哉的吃草。今天的阳光超美的，一路上一直在寻找一个适合搭脚架拍缩时影片的好位置，可惜不是太近就是太远。令人遗憾的，这支影片剪好的时候，影片里这些水牛们好像都因为营养不良没能活过这个冬天。没想到那天在山上意外的相逢竟然是最后一次相遇。